那边是雪吧？前面就是雪山。哇，绝了！想玩吗？走，长长见识去。人还挺多的啊。走，那咱们往上走一走。这雪就真不化吗？哦，有点凉了。哎，你好。你多少钱请的？我也要请。你叫我什么？啊！我刚以为你是二十岁小伙子。哎呀，没那么。